咁啊，原本八匹，咁啊五号嘅非同凡响，同埋七号嘅豪迈千里退出。好啦，好有趣，亦都入埋闸。第三组试闸亦都准备好晒，都系试1000米闸。随住准备，黄旗举高。好彩一 A 步嘅时候比较快少，哎呀慢慢集嗰啲血之几嚟噶，前面联安好好啦，旗鼓自尊啦，应该抢咗出嚟嘅外档咧，亦都有好有趣嘅。咁啊，江河多多咧拍住咧得运无穷啊，暂时守住三四位置啊，脱晒字嗰就系血之几，完全跟都跟唔到嘅。大约跑咗300米路程啦，咁啊三匹马转底弯时候咧就见到咧联安宝宝咧响内档较为作数少少嘅旗鼓自尊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拍住外档啊好有趣啦，咁啊亦都开始追上嚟噶啦。咁啊两个马先系见到得运无穷啊，亦都开始慢慢。上翻前些少，咁啊，然之后江河多多啦，亦紧随其后嘅，远远脱晒字嗰只都系喜悦之己嚟噶啦啊！开始慢慢转入直路，哇咁啊，见到咧好有趣啦，片咗出外档啊，咁啊，铁柱兰啊，联安好好咧，稍稍占先些少啊，得运无穷，亦都开始追到上嚟。咁啊，江河多多跟住响大约第四位嘅后边咧，咁啊，先系见到咧奇宝至尊，咁啊，跟住远脱节都仲系喜悦之己。拉斯最后直路100多米路程啊，咁啊，中间透咗出嚟啦，咁啊，已经见到啊，得运无穷啊，带咗出嚟噶，联安宝怼两步，咁啊，亦都系追叠佢外档咧就好有趣。终点在望，咁啊第一名咧就联安宝宝响终点前力擒嗰只德运，即系嗰只德运无穷嘅。第三位咧就好有趣，第四位江河多多，咁啊第五位咧先系喜悦知己同埋奇宝至尊嘅。